得奖者林依蓉。恭喜我们的阿妮可以得到 ADMJ Hello Kitty 包。好，这个是 ADMJ 跟日本这个三丽鸥合作的，是顶级的小牛皮革。嗯，而且呢，这个还有特殊亮片缝制技术啊，有喜欢吗？嗯，很漂亮。你请问到底这个从头到尾减了5公斤是不是？对。用什么方法？我们一定要好好问一下，这个大家都很想知道嘛。对，用什么方法减？嗯，不要吃宵夜。你以前宵夜吃多少？会吃。哦，对，大概都分量是？就是两碗面一个馒头。然后要运动。啊？要运动。要搭配运动。你多久运动一次？最近都没有了。不过也想问一下阿妮，看到一开始的自己的感觉是？我觉得有那么严重啊，阿妮老师。可是我觉得健康也很重要。可是那时候因为刚回国，我那时候也不会想说一定要减肥，就那时候还过得蛮快乐的，只是后来参加比赛就哇，大家都好瘦哦。然后之前是因为网友也会说我好像就是比较大只一点，比较肉肉的，对，比较肉，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啊，那就减一下。然后又刚好遇到那个跳舞的那个过程，所以就瘦下来的速度比较快。也是用比较健康的减肥方式啦，不吃宵夜对肠胃比较好，然后多运动对新陈代谢比较好。所以你的这个经验要不要告诉小胖老师呢？小胖老师，我们真的为你健康着想哎。这个比赛呢，这也讲过了，星光大道可以帮你减肥，而且获得健康，是健康的减肥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要带来什么歌曲？阿妮，爱很简单。掌声欢迎林依蓉。谢。是怎么开始？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忽然间发现自己也深深爱上你，真的很简单。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。评审席又一阵骚动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阿妮，为什么总冠军的时候不唱这首歌？对呀，为什么不唱呢？怎么样，小林老师？
对啊，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啊，为什么那个现在什么特别节目要毕业典礼，然后大家都唱得这么好？对，对呀，那为什么比赛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拿出这样子的勇气跟表情？表情都差很多哎。说实话，我们坐在这边跟坐在前面，对你们有没有一些影响？你有，你有。我们来投票一下，有影响的举手。来，我们看二班，看到评审有影响举手。真的有，几乎都有哎。哦 ，OK， 阿妮也觉得有，有。所以你们是建议我们要换评审是不是？就是这几位。其实就是真的会有那个压力，而且还有灯这样亮起来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阿妮这加油，要记得，我觉得不只是阿妮，所有这个星光二班同学，记得今天你们表演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唱歌就对啦。刚刚你要唱之前，叶伟霆你们还怎样？在叫什么？就是怡蓉一直都很有气质，然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她必须要放轻松一下，我就会叫她跟我一起搞笑这样。哦，那你来啊，你来带她暖身一下。小叶带阿妮会做什么暖身呢？要怎么样？我第一次听他讲，不要有动作啦，会有那么多那种很急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没有，小叶一定要来一下的啦。像他上一次就是唱那个 I'm Alive 的时候，他在准备，然后 Annie 妈妈就说帮 Annie 放轻松，要放开。我说 Annie， 我敢下高，我敢下高。想不想看他示范一次？试试看嘛，试试看。来啦，来，一杯杯，试试看。你要陪他一起来，小叶，一杯杯，放松一下，一杯，来。呼感觉，呼感觉，不想要放开。还是很惊啊，还是不放不开。因为不好看啊。那你就呼嘎下嘎就好了，一杯，用嘴巴就好，用声音。呼嘎下嘎，呼嘎下嘎。还是可爱爵士路线，对不对？好的，谢谢小叶，谢谢阿妮。